在家乐福，然后我们要觅食，阿兰就带你们进去看看，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吧。走啊！喜欢吃这个万峦猪耳丝，好吃的，还有毛豆。买了这个炒面，还有毛豆，还有热狗，还有这是鸡腿，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猪耳朵，吃哦，好吃哦。然后现在看要喝什么饮料。这次的影片我是用新手机拍的，大家觉得如何呀？由于外面都没有座位，所以就没继续拍摄啦。其实我原本没有要拍的，但是我姐就叫我拍。我会在后续的时间让你们看到更多的影片的，要等我哦。